扎工筷子。哇，筷子消失了，我要快乐，我要快乐，我要能睡的安稳。哇，要看你手，不要检查，没有检查，用刀检查。妹妹，你真的也是算你是老友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魔术师遇到你真的会。筷子，筷子，筷子。好，我现在把它包在这个纸巾中间。嗯，我可以麻烦妹，你的右手帮我这样拎着这。右手是这个。对，没错，帮我拎着这上面。好聪明。我会紧张啊。好聪明，好聪明。拎这边。对对。抓紧它。抓紧。对，其实我更紧张。仔细看。扎工，筷子。哇，筷子消失了，我要快乐，我要快乐，我要能睡得安稳。哇，我听到都快跪下了。那个真的很厉害，刚刚那个跑去哪里？瞬间就不见了。你的手有受伤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受伤，没有受伤。这个啊，我知道，很硬。我可以拆穿吗？哎，没有。哎，没有哦。现在不没摸我。筷子这一题，我觉得可以再进化一点，来帮我拿。再进化一点，你说还是筷子？对，帮我把筷子拿出来一点。拿出来一点，对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呦！哎呦！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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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瞬间，这个可以的。前辈，我觉得这个距离要看你手，不要检查，没有检查，用刀检查。妹妹，你真的也是算你是老友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！魔术师遇到你真的会很怕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呦！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！冠霖今天很有诚意，他刚表演的时候用了歌词，我觉得太棒。哎，那我也要变一个，来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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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。哦，两个，我觉得那个今天这魔术好，你这个魔术超越我的魔术了，哎，学一下，学一下，太厉害了，哎，来来来，两个是吧？哎，对，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怎么样？还可以这样，夹东西，你们看，夹。两个可以夹东西啊！你比他们两个好，你好有才华哦！你真不只会唱歌哎！对啊，魔术来自生活啦，就这样子。魔术来自生活，这句话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来，